已是大辩才天女于大众中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白佛言：世尊，若有法师说是金光明最胜王经者，我当益其智慧，具足庄严言说之辩。若彼法师于此经中文字句义所有忘失，皆令益持，能善开悟，复与陀罗尼总持无碍。又此金光明最胜王经，为彼有情已于百千佛所种诸善根常受持者，于善报周广行流布，不速隐没，复令无量有情闻是经典，皆得不可思议，竭利辩才无尽大慧，善解众论及诸技术，能出生死，速趣无上正等菩提，于现世中增益寿命，知身之具悉令圆满。世尊，我当为彼持经法师，及如有情于此经典乐听闻者，说其咒若洗浴之法，彼人所有恶声灾变，与初生时声熟相违，疫病之苦，斗争战阵，恶梦鬼神，蛊毒厌味，咒术起思，如是诸恶为障难者，悉令除灭。诸有智者应作如是。洗浴之法，当取香药三十二味，所谓菖蒲、牛黄、木粟香、麝香、红黄、合分树、白及、公蓬、枸杞根、松枝、桂皮、香附子、沈香、煎檀、零零香、丁子、屈金、荷律膏、茴香、竹黄、细豆蔻、金松、霍香、茅根香、戚枝、艾纳、安息香、芥子、马芹、龙花酥、白胶、青木，皆等分以布洒星日，一柱倒西，取其香末，当以此咒咒一百八片，咒曰：达疾他，苏额律帝，额律帝额律帝揭摩达女，善怒揭罗祭，扑揭那祭，因达罗都利尼，削揭难祭，拨切疾利，阿佛底揭世，计拿举倒举倒，脚加鼻利，揭鼻利揭鼻利，揭比罗末底，斯罗末底那底道，罗末底里，波佛自伴自利，失利失利，萨底色体低，沙诃，若落如法洗浴时，应作坛长方八爪，可于寂静安忍处，念所求事不离心，应徒牛粪作其坛，于上普散诸花彩，当以净洁金银器盛满美味并与物，于彼坛长四门锁，四人守护法如常，令四童子好严身，各于一角持瓶水，于此常烧安息香，五音之乐声不绝，翻盖庄严圆增彩，安在坛墙之四边，伏于墙内至明镜，利刀兼箭各四枚，于坛中心埋大盘，
应以漏板安其上，用前香末以和汤，亦服安在于坛内，既作如斯布置矣。然后仲奏结其坛，结界咒曰：达疾他、厄那计、那也尼、希利美利子利、喜企利、沙诃，如是结界矣。方入于坛内，咒水三七片，散洒于四方，次可咒香汤满一百八片，四边安万丈，然后洗浴身，咒水咒汤咒药，达疾他、索揭字、比揭字、比揭图佛底、沙诃，若洗浴额，其洗浴汤及坛场中，供养饮食器河池内，如皆修摄，如是欲已，方着净衣，既出坛场，入净室内，咒师教其发宏誓愿，永断众恶，常修诸善，于诸有情兴大悲心，以是因缘当获无量随心福报。复说众曰：若有病苦诸众生，种种方药治不差，若依如是洗浴法，并复读众师经典，常于日夜念不散，专想殷勤生信心，所有患苦尽消除，解脱贫穷足财宝，四方星神及日月威神拥护得延年，吉祥安忍福得增，灾变厄难皆除显，赐众护身咒三七片，咒曰：达疾他、三迷、比三迷、沙诃、索揭祭、比揭祭、沙诃、比揭查佛底、沙诃、梭揭啰、三步多也、沙诃、塞建陀、摩多也、沙诃、尼罗建陀也、沙诃、阿钵罗士多、比尼耶也、沙诃、希摩盘多、三步多也、沙诃、阿尼密罗、博达罗也、沙诃、南无博伽佛都、佛罗提摩舍、沙诃、南无萨罗孙底、莫诃提毗锐、沙诃、悉殿倒曼曼达罗钵陀、沙诃、达那倒毗疾哆、佛罗提摩奴末倒、沙诃。以时大辩才天女说：洗浴法坛场就已，前礼佛足，白佛言：世尊，若有拔初、拔初尼、乌波索伽、乌波斯伽受持读诵书写流布寺庙经王，如说行者，若在城邑聚落、旷野山林、僧尼住处，我为是人将诸眷属作天记录，来为其所而为拥护，除诸病苦、流星变怪、逆疾斗争、王法所驱、恶梦恶神为障碍者，古道厌述悉皆除殄，饶益士等持经之人、拔初等众及诸听者，皆令速度生死大海，不退菩提。以时世尊闻是说已，赞辩才天女言：善哉善哉，天女，
与能安乐，利益无量无边有情，说此神咒，及以香水坛场发式，果报难思，汝当拥护最圣经王，勿令隐没，常得流通。以时大辩才天女礼佛足矣，还复本座。以时法师受记骄尘如婆罗门，成佛威力于大众前，赞请辩才天女曰：聪明勇进辩才天，人天供养色应受，明闻世间遍充满，能与一切众生缘，依高山顶圣住处，缉麻为室在中居，行劫远草以为衣，在处常侨于一足，诸天大众皆来集，咸同一心身赞请，唯愿智慧辩才天，以妙言辞思一切。以时辩才天女即贬受请，唯说咒曰：达疾他，无例子例，阿佛帝，阿佛扎佛底，轻如离名俱离，名俱罗佛底，央俱斯，末呢子三末底，比三末底莫近呢莫近呢，达罗子，达罗者佛，底侧侧里室里物里，末难地，谈末呢子，八罗那不呢锐，卢迦世失翳，卢迦失丽失此，卢迦不呢锐，悉陀拔呢帝，比摩木企书子哲呢，阿拔呢底喝帝，阿拔那底喝朵拔地，南母子，南母子，莫诃提被拔那底，近呢分拿，南摩塞迦罗，我某甲拔地，达里车气，拔地。阿拔那底喝朵婆拔岛，杂婆迷比书疾岛，舍悉达罗书路家，曼达罗不得家，加毗耶地数，达疾他，莫诃拔那婆鼻，气女物女气女物女，比截那岛迷拔地，我某甲拔地书提，博家佛典，提比焰，萨罗宣典，揭罗祭鸡油例，鸡油罗末底，气女物女气女物女，阿婆诃耶美，莫诃提被拔陀萨帝拿，达摩萨帝拿，增加萨帝拿，因达罗萨帝拿，拔嬲拿萨帝拿，瑞卢鸡萨底婆地拿，低三萨帝拿，萨底佛者尼拿，阿婆诃耶美，莫诃提鼻，气里物里气里物里，比截那岛，我某甲拔地，南无博家佛底，莫诃提鼻，萨罗宣底，悉殿倒曼达罗钵陀尼沙诃。以时辩才天女说是咒已，告婆罗门言：善哉，大士，能为众生求妙辩才及诸珍宝神通智慧，广利一切，速证菩提，如是应知受持法式，即说众曰：先可众此陀罗尼，令使纯熟无谬失，归敬三宝诸天众，请求加护愿随心，敬礼诸佛及法宝菩萨，独觉声闻众，赐礼梵王并帝释及护世者四天王，
一切常修凡行人，悉可至诚因从敬，可于寂静难若处，大声诵前奏赞法，应在佛像天龙前，随其所有修供养，于彼一切众生类，发起慈悲哀悯心，世尊妙相指今身，系想正念心无乱，世尊护念说教法，随彼根基令集定，于其具二善思维，服依空性而修习，应在世尊形象前，一心正念以安坐，即得妙智三摩地，并获最胜陀罗尼。如来今口演说法，妙响调伏诸人天，舌相随缘现稀有，广长能覆三千界，如是诸佛妙音声，至诚忆念心无畏，诸佛皆由发宏愿，得此舌相不思议，宣说诸法皆非有，譬如虚空无所着，诸佛音声及舌相，系念思良愿圆满。若见供养辩才天，或见弟子随师教，受此秘法令修学，尊重随心皆得成。若人欲得最上智，应当一心持此法，增长福至诸功德，必定成就物生疑。若求财者得多财，求名称者获名称，求出离者得解脱，必定成就物生疑。无量无边诸功德，随其内心之所愿，若能如是依行者，必得成就物生疑。当于静处着静衣，应作坛长随大小，以四静平性美味，香花供养可随时，圆珠增彩并翻盖，桃香抹香片掩饰，供养佛及辩才天，求见天身皆遂愿，应三七日诵前咒，可对大辩天神前，若其不见此天神，应更用心经九日，于后夜中犹不见，更求清净圣妙处，如法应或辩才天，供养众持心无舍，昼夜不生于懈怠，自利利他无穷尽，所获果报思群生，于所求愿皆成就。若不遂意经三月、六月、九月或一年，因勤求请心不疑，天眼他心皆识得，以时娇尘如婆罗门闻是说已，欢喜踊跃，叹未曾有，告诸大众，作如是言，与等人天一切大众，如是当知，皆一心听。我今更欲依世谛法，赞彼圣妙辩才天女，即说众曰：敬礼天女那罗言，于世界中得自在。我今赞叹彼尊者，皆如往昔先人说，吉祥成就心安忍，聪明惭愧有名闻，唯武能生于世间，勇猛常行大精进，于军阵处战行胜，长仰调伏心慈忍，现为阎罗之长子，常着青色野蚕衣，好丑容而皆具有，眼目能令见者怖，无量性行超世间，归信之人咸摄受，或在山岩深险处，或居坎忽及河边，
或在大树株丛林。天女多依此中住，假使山林野人背，亦常供养于天女，以孔雀羽作翻旗，于一切时常护世。狮子虎狼行为绕，牛羊鸡等亦相依。真大灵度出音声，贫陀山众皆闻响。或执三击头圆计，左右行持日月期，黑月九日十一日，于此时中当供养。或现婆苏大天女，见有斗战心常敏，观察一切有情中，天女最胜无过者。权现木牛欢喜女，与天战时常得胜，能久安住于世间，亦为和忍及暴恶。大婆罗门四明法、幻化咒等色皆通，于天仙中得自在，能为种子及大地。诸天女等集会时，如大海潮必来应，于诸龙神若差众，咸为上首能调伏，于诸女中最繁行，出言犹如世间主，于王住处如莲华，若在河樽遇桥佛，面貌犹如城满月，具足多闻作依处，辩才胜出若高峰，念者皆与为州主、阿苏罗等诸天众，咸共称赞其功德，乃至千眼帝释主，以因众心而观察，众生若有希求事，悉能令彼速得成，亦令充遍具文词，于大地中为第一，于此十方世界中，如大灯明常普照，乃至神鬼诸禽兽，咸皆遂彼所求心。于诸女中若山峰，同色仙人久住世，如少女天上离欲，实与犹如大世主，普见世间差别类，乃至欲界诸天宫，唯有天女独清尊，不见有情能胜者。若于战阵恐怖处，或见堕在火坑中，何尊险难拆到时，悉能令彼除暴畏，或被王法所加薄，或为怨仇行杀害。若能专注心不移，决定解脱诸忧苦，于善恶人皆拥护，慈悲悯念常现前。是故我以至诚心，稽首归依大天女。以时婆罗门伏以咒赞天女曰：敬礼敬礼世间尊，于诸母中最为圣，三种世间咸供养，面貌容宜人乐观，种种妙德以严身，目如修广青莲叶，福至光明明清满，譬如无价末尼珠。我今赞叹最圣者，悉能成办所求心，真实功德妙吉祥，譬如莲花极清净，身色端严皆乐见，众相稀有不思议，能放无垢至光明，于诸念中为最圣，犹如狮子兽中上，常以八臂自庄严，各持弓箭刀索斧，长处铁轮并卷索，端正乐见如满月，言辞无滞出和音。若有众生心愿求，善事随念令圆满，帝释诸天咸供养，皆共称赞可归依，众德能生不思议，
一切时终起恭敬。沙诃，若欲其请辩才篇，依此就赞言词句，神朝清净之成众，于所求是悉随心。以时佛告婆罗门：善哉，善哉，汝能如是利益众生，施予安乐，赞彼天女，请求加护，获福无边。以时娇尘如婆罗门说：上赞叹及就赞法，赞辩才天女已告诸大众：人等若欲请辩才天女，哀悯加护，于现世中得无碍辩，聪明大智，巧妙言辞，博中其才，论以文识，随意成就无二制者，应当如是至诚恩宠而请召言：南无佛陀也，南无达摩也，南无僧伽也，南无诸菩萨众，读教声闻一切言圣，过去现在十方诸佛，悉皆以集真实之语，能随顺说当机实语，无虚狂语，以于无量推之大劫，常说实语。有实语者，悉皆随喜，以不妄语故，出广长舌能覆于面，覆善部洲及四天下，能覆一千、二千、三千世界，普覆十方世界，圆满周遍，不可思议，能除一切烦恼炎热。敬礼敬礼，一切诸佛如是摄相，愿我某甲皆得成就微妙辩才，至心归命。敬礼诸佛妙辩才，诸大菩萨妙辩才，独觉圣者妙辩才，四向四果妙辩才，四圣谛语妙辩才，正行正见妙辩才，凡众诸仙妙辩才，大天乌摩妙辩才，赛见陀天妙辩才，摩那斯王妙辩才，聪明夜天妙辩才，四大天王妙辩才，善住天子妙辩才，金刚密主妙辩才，费律怒天妙辩才，比摩天女妙辩才，是数天神妙辩才，室利天女妙辩才，室利末多妙辩才，希里延迟妙辩才，诸母大母妙辩才，诃里底母妙辩才，诸若叉神妙辩才，十方诸王妙辩才，所有圣业资助我，令得无穷妙辩才，敬礼无希广，敬礼解脱者，敬礼离欲人，敬礼舍前盖，敬礼心清净，敬礼光明者，敬礼真实语，敬礼无尘杂，敬礼住圣义，敬礼大众主，敬礼辩才天，令我持无碍，愿我所求事皆悉速成就，无病常安忍，寿命得延长，善解诸明咒，勤修菩提道，广饶益群生，求心愿早遂。我说真实语，我说无旁语，天女妙辩才，令我得成就，唯愿天女来，令我语无滞，速入身口内，聪明足辩才，
愿令我舌根当得如来便，又比喻威力调伏诸众生，我所出语时随时皆成就，闻者生恭敬，所作不唐捐。若我求辩才是不成就者，天女之实语皆悉成虚妄，有作无间罪。佛语令调伏及以阿罗汉所有报恩如舍利子目连，世尊众第一师等真实语，愿我皆成就。我今皆召请佛之声闻众，皆愿速来至成就我求心，所求真实语皆愿无虚广，上从释究竟及以正居天，大凡及凡夫一切凡王众，乃至遍三千娑诃世界主，并及诸眷属，我今皆请召，唯愿降慈悲，我一连同摄受他化自在天，及以乐变化，倒使多天众持是当成佛。夜摩诸天众及三十三天四大王众天，一切诸天众地水火风神依妙高山住，七海山神众所有诸眷属满财及五顶日月诸星神，如是诸天众令世间安忍，师等诸天神不落作罪业，敬礼鬼子母及最小爱儿天龙若差众、干塔亚苏罗及以紧那罗、莫夫洛加等，我以世尊力悉皆申请召，愿降慈悲心与我无碍殿，一切人天众能了他心者，皆愿加神力与我妙辩才，乃至尽虚空周遍于法界所有含生类，与我妙辩才。以时辩才天女闻是请已，告婆罗门言：善哉，大事若有男子女人能依如是咒及咒赞，如前所说受持法式，归敬三宝，虔心正念，于所求事皆不唐捐，兼复受持读诵此今光明微妙经典，所愿求者无不果遂，速得成就，除不自心，是婆罗门深深欢喜，合掌顶受。以时佛告辩才天女：善哉善哉，善女天汝能留布是妙经王，拥护所有受持经者，及能利益一切众生，令得安乐，说如是法，施与辩才不可思议，得福无量。诸法心者速趣菩提，今光明最胜王经大辩才天女品第十五宗。